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大家还记得之前大师有玩这款《铃兰之剑》吗？这款颠覆战旗新世界的手游即将在8月8号全面上市啊，而且还是全球首发上市的。你各位还不赶快给我去支持一波哦！而上一次游玩的时候，只能在手机装置上游玩。而这一次增加了 PC 版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对于只用 PC 的玩家是多大一个福音啊？而这一次《铃兰之剑》可以支援 PC 以及 iOS、Android， 之前测试版还只有中文配音，但这一次增加了日文配音。民衆と王国軍が乱闘を始めました。王国軍が小石爆弾で襲撃されたらしいぜ。おかげでウェーブランは大混乱だ。小石爆弾？民間人の手に入れられる代物じゃないね。やっぱり裏で糸引いてる奴がいる。其中《铃兰之剑》的角色鲁特菲是由浪川大辅配音的，他是配2011年新版的《猎人》中的西索。小杰，你又让我兴奋了。再来是《铃兰之剑》中的索菲亚日历洋子。就是配《咒术回战》的安歌姬，最后是《铃兰之剑》中的黑猫幽木碧，配过《Overlord》的克莱门丁，《猎拳超人》的战力的龙卷。《铃兰之剑》的游戏画面，一进入游戏之后，你就会感受到满满的黄金时代像素风格。手游市场上有这种像素风格的战棋游戏真的很少见，此事也增加了快速按键。那你在战斗的时候速度不会这么慢，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改动。右上角也有自动剧情的播按钮。この人は？あ、ちょっと面白いやつでさ。关于游戏的战斗相当的灵活，像是可以把敌人攻击掉下悬崖，或是踢炸药桶来去伤害敌人，因此在战斗上的可玩性就相当的高咯。あんたの狙い通りだ。やりました。怒ったよ。游戏中的抽卡界面是属于卡牌类型，把卡片往下拉就可以开始抽出角色了。而游戏的新手奖励首抽必中 SSR 麦莎，角色例会的精致度也是相当的不错，不会因为是路人角例会就随便了。而之后游戏中会有七日任务，只要达成就会送 SSR 拉维耶。这边先和大家先预告，在8月6日《铃兰之剑》的官方 YouTube 和 Facebook 会有贺上市的特别节目与福利活动，大家记得那天要去特别关注一下哟。那《铃兰之剑》的官方已经可以开始预约啦，事前预约完成1-3个步骤，可以获得乐土币5000、公共经验2000、蜜源1。号召伙伴也可以再获得虚宝，乐土币5000、希望晶石100、蜜源1，以及抽实体电竞滑鼠垫、精美像素小立牌、买卡150点，还有每日塔罗的占卜。每日有一次的占卜次数，即分享占卜的结果，分享的越多抽奖几率越大哦。奖品有 iPhone 14 Pro Max、 Apple Watch SE、 Razer 蓝牙耳机。8月8号《铃兰之剑》全面上市，大家记得要去游玩《铃兰之剑》。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《铃兰之剑》的游戏 PV 吧。もうすぐ着きますよ。ほら、見て、あそこ。
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B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